场的对局过后，自然出现了不少的精彩镜头。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 NBA 的今日五加球。大鹏展翅，遮天蔽日，状元郎再现盖帽神迹。第四球，格里芬气场逼人，勇士众将目送神兽升空。这速度什么意思？格里芬拿着球原地这么一照啊，这你把人给扣一扣吧，都躲开了。第三球，我们来看看小卢卡斯的神奇压哨三分。第二球，以一敌五，这是保罗与勇士全队的较量。好球属于德安德烈乔丹，在他和格里芬的努力下，快船主场现在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空中之城。